他辗转多个国度，在自己55岁的时候，选择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他是带出过李宗伟、朴成焕等羽球名将的羽球大师李毛。我实际上什么也不会，就是个教球匠，啊，到处教球，以教球谋生嘛，要不然我收入哪里来，是吧？如今，在川崎国际俱乐部，他执教着一群世界排名100开外的追梦少女。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马来西亚守望着羽球曙光。要是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可能当陪练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果我一直这么陪练下去，就是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我必须出来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在国家队，我很少练球，所以就是在帮忙那个大的，然后有去比赛，去了比赛如果输了，下个比赛都没有了。也有 很多次放弃的念头吧，一个不好的想法说啊，为什么还打不好，啊，都自己练了这么多，还是这么样，然后负面的想法就越来越多。然而李毛的到来，让他们在濒临绝望的境遇中重燃生机。我尽量尽快的把他们培养成一流的高手，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他还没来之前，就是说啊，我在电视上看他，看他的新闻，看他的照片什么的，感觉他是一个很严肃，一个很凶的教练。但是来了，恰恰相反。李毛用自己的夸张训练法和开心训练法，重塑自己对羽毛球的理解，也改变了球员对羽毛球的态度。在国家队呢，可能我们所做的东西都被我们当成是一个压力了，因为我们在国家队都必须要拿出成绩，然后如果在这里的话，毛叔就不会这么想，他就每个人都会看，每个人都会走。他们水平会有质的变化，现在问题就是说我在比赛当中能打出来，比赛当中累积经验。先锋乒羽频道记者独家探访川崎俱乐部李毛训练营，10天无缝跟踪拍摄，全程记录李毛与李家军的追梦历程。专题纪录片《寻找大师的足迹》。在中国羽毛球界，或许没有第二个人比李毛更具有国际化色彩。在离开中国国家队的15年中，他辗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将朴成焕、李炫一、李宗伟等人带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他说，为他人做嫁衣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突然从印尼国家队退出后，他回到家乡杭州为父母尽孝。蛰伏半年之后，他选择重新来到马来西亚，在默默无闻的川崎国际俱乐部担任主教练。寻找大师的足迹，继续为您讲述川崎国际俱乐部的那些人、那些事。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67.4%，华人占24.6%，印度人占7.3%。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较广泛。在东南亚国家中，华人比例仅次于新加坡。而在川崎国际俱乐部，也有来自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肤色的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千里迢迢从欧洲和大洋洲赶来的向李毛求学的运动员。Oh, I think it's very good for me actually. So,
I think it's a good change for me, have a training here with Limao, Kevin and the Kawasaki team too, so to improve my level, so and have a in future have a good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ompetition. 马科夫是川崎俱乐部一队中唯一的一位非亚洲籍选手。按照实力差别，目前川崎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中以马来西亚和印尼选手居多，二队则大多来自于欧洲、大洋洲和非洲。二队的队员大多是自费来到马来西亚学习更加先进的技术。川崎俱乐部在追寻自己的亚洲地位的同时，也在布局着新的世界经纬。人家都是有的都是自己出钱，有的都是从国外看着你的那个以前的那种教学的战绩而来的，所以这种运动员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宝贵的。在华语乐坛，马来西亚的歌手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梁静茹、林俊杰、阿牛、光良、曹格等人都是中国人眼中的实力唱将。由于传唱广泛，很多中国歌迷理所当然地将这些歌手划定为中国人的行列。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单决赛结束后，梁静茹发微博为李宗伟的失败痛心疾首，甚至还为其哭泣，引来众多中国网民的炮轰，称其不爱国。殊不知梁静茹正是马来西亚人。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羽毛球是这个国家体育的全部。马来西亚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上总共获得3银3铜6枚奖牌，其中有5枚来自于羽毛球。而李宗伟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或许已经超越林丹在中国的意义。对于马来西亚民众来说，他就像是足球场上的荷兰队，虽然总是失败，但却总是让人心情守望，无限遐想。对于李宗伟而言，眼前的这个人或许他再熟悉不过了。在过去几年他最辉煌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面对他的回球。曾广明，李宗伟在马来西亚国家队的陪练。当了李宗伟的陪练当了4年。对，觉得李宗伟就是在训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训练的时候都往往都比我们一般还要集中，而且他年龄都不小了，所以他有这个要求，我觉得很佩服。作为陪练，曾广明经历了邻里之间的多场巅峰对决，每一场比赛他都在场下为李宗伟打气加油。因为李宗伟的成绩在某一段时间里就是他运动生涯的全部。觉得他总是输给林丹的原因是什么？这吗？这我也不确定了，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吧。心态，对，还是一种心态。今年25岁的曾广明原名为曾光明，由于算命师认为这个名字可能会给他带来血光之灾，是不祥之兆，所以他特地在2011年改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曾广明改自己名字的举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改变太多的境遇。李宗伟除了在2011年的全英赛和2012年的韩国赛成功的阻击了林丹，其他比赛基本无一胜绩。而曾广明在马来西亚国家队的职业生涯中，似乎也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从12岁那一年进入马来西亚国家队后，他在国家队的12年时间里没有获得任何一项比赛的冠军。他在离开国家队之前的世界排名还是第109位。要是我没有想我自己的前途，可能当陪练是每个人都可以，但是当我需要我自己发挥的一个时候，我也为我自己着想的时候，我就会想着我如果我一直这么陪练下去就是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我必须出来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退出国家队，然后去寻找我要的东西。最终在2012年12月，他选择离开国家队。2013年，他进入川崎国际俱乐部，成为李毛团队的一员。就他带出很多，就像马来西亚有李宗伟，然后洪忠汉，然后韩国有苏万福、李贤义，就
这几个球员都是他带出来的。你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能不能适应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还可以啊，因为我完全都是一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投入，就跟着他训练。由于有国家队的经历与历练，而且又是目前川崎俱乐部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他也理所当然被冠上了俱乐部一丹的称号。刚进俱乐部不久，他就拿到了2013年越南国际挑战赛的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个国际赛事冠军。我跟他成绩就跟他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越南公开赛冠军，所以那时候我也很高兴，也很惊讶，因为当初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待了11年都没拿了一个冠军，结果一出来的被毛叔叫一叫三个月，跟着毛叔三个月就直接拿了一个冠军。所以当他把东西理顺了以后，他非常厉害，非常不错，但是他时常就是会把一些老东西搬出来，比如冲啊、抡啊这些东西搬出来以后，他就会很痛苦。但是他这些东西没有，都把好的理念放进去，他就跟神仙一样，打球一点不累。他是年纪也挺大了，二十五岁了，所以像这样运动员，他如果说还走回以前的这个老路的话，他很难。但是呢，他接受了这种新的观念，他就会，因为他本身条件不好，个子也矮，接受这些条件以后，那个观念以后，他就会变一个人，真的变一个人。你看越南国家队，他就打得很好。随着对于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25岁。对于现在的羽毛球运动员，或许已经不能用年轻队员来称呼。李毛会更多的安排曾广明进行实战练习，比如像这样的二打一斗地主，一方的两名队员轮流上场对阵另一名队员，两名队员的其中一位只要输球就要马上换另一位队员上，如果赢球则在场上一直打，而李毛会主动掏出10马币作为赢球的奖赏。现在的这场是曾广明和俄罗斯国内第一男单马科夫以及来自于印尼的安德烈三人之间的比赛，这样的比赛更多的是考验着队员们的应变与抗压能力。第一场曾广明主动要求当地主，但是身高和体能都占优势的对手很快就让曾广明俯首称臣。输了这场之后，曾广明都一直在农民的行列，直到最后一盘他再次决定要当一次地主，而这一次曾广明如有神助，而安德烈和马科夫的失误是一次接一次，而赢了球的曾广明也会对安德烈卖卖萌。曾广明抓住机会，最终是险胜对手。好不容易赢一次的曾广明跪在地上尽情学习。而输了球的安德烈又不服气，要求再次当地主，但结果是安德烈这一次虽然压制住了曾广明，却被来自于俄罗斯的马科夫牢牢地控制了，多次被马科夫在网前抢到高点，安德烈也忍不住将情绪发泄了出来。这句话引起了马科夫的大笑，比赛最后也以安德烈的失利告终。而李毛也只有更加耐心地跟安德烈讲起了实战经验。
Zabadoom down dow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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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down down.每周四的上午是体能训练时间，这项训练对于曾广明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更多的时间他会和其他队员闲聊。在练体能方面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国家队我练了很多，然后现在我出来了，然后我只是体能方面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东西，因为在体能方面我都还可以保持得住，所以一般我去了拿力量啊，我都练一些比较我注重的东西，所以比如半蹲啊，就还是躺着伏击那种，我都会练一些，但是我不完全教练给的计划我不会完全做到完，但是我会做一些我在场上对我有帮助的一些动作。上午的训练十点钟就结束了，曾广明还要回到家里送女朋友上班。女朋友现在在一家美容机构上班，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问吧。很久之前就认识了。很久之前啊？几年前已经认识，朋友介绍。朋友介绍的。曾广明的家乡距离训练基地很远，他只能和哥哥还有女朋友在当地租了一套房子。曾广明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和羽毛球一次偶然的接触改变了曾广明的命运轨迹。11岁开始学，11岁啊，练了，就是练了2年就能得到的。啊，对，这太神奇了吧！我觉得也我也不知道，就因为我能吃苦，我就一个能吃苦的一个人，不管怎么辛苦啊，我都能熬得过来。是怎么练的？小时候2年时间怎么可能进得来？有教练？有特别的教练，都有。都有我以前就靠跑，对，就是狂跑啊跑啊，东跑西跑的，跑的进国家队了。其实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对啊，在选拔赛的时候都好差不多有20-30个人在选，但是那时候他们国家队好像只需要选了6个人，那时候我还当上8个，所以。当时我12岁的我也没想到是会被选入进入国家队，
我就排了第八嘛，然后一回来过后我就说跟妈妈说可能就不打球，就读书了嘛，因为都没得进国家队，那还打什么。专心练书吧，然后练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突然间一封信来说，哎，因为你被选进国家队，那我就哎怎么搞的，我说要选了六个人嘛，怎么我排第八都能被选得进，结果当时我自己本身都很开心，但是我爸妈那时候不赞成，我说我就跟我爸妈说我都读书一方面也放弃了，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也许你该让我去体会，该让我去尝试这个东西。我说我其实我不喜欢读书，我喜欢去学习一些我想要的东西，争取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变成了说服了他的，他才让我去。说服了就去了。去了。你后来问你就是什么原因第八还能进国家队？这我就不清楚了，这我就不清楚了。对于曾广明而言，离开国家队所带来的纠结与迷茫，也让家里人惶恐不安。当初退出来的时候，你家里同意吗？其实蛮担心的，所以，可是我也有跟他说一些关于要是我在国家队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说，我说必须出来靠自己了，而且因为我在国家队还是当陪练，要是我这样陪练下去的话，我真的是没前途了，所以我就跟我家人说，就决定出来，然后寻找我自己比较需要的生活。好在现在的曾广明心智更加成熟，今年三月的越南挑战赛他一举拿下了冠军，这其中他还战胜了香港颇有名气的选手魏楠。在人生25岁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曙光。Friends who set you up for a gotcha call from Hits Not FM. In 川崎国际俱乐部里，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助理教练杨家斌。杨家斌是前马来西亚国手，他还在国家队期间就是李毛的弟子。如今的他已经成为川崎俱乐部的教练李毛的得力助手。那实在是有一个很好的经验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已经是26岁，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了，要进步也在比较很难了。然后那时就是刚是教练赶过来，我就说教练我不想练了，想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他就说先别走，来就先跟我学一学。然后他就说 OK， 你就早上下过来，下午你就去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然后我还照样派你出去比赛，然后就哇很好啊，很好的条件嘛，然后就跟住了。然后跟了半年以后，我就从世界排名30进入了前16，然后有些球员我没赢过的我都赢了。但他在俱乐部的角色远不止教练一个，几乎每天都一样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就要办一些俱乐部的行政的事情啊，比如球员去比赛啊、住宿啊，然后还有一些签证他们长期居留在自己的东西了。然后下午就继续三点半练球，然后就练到大概是六点多，然后就完了。由于俱乐部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杨家斌除了是李毛的助理教练之外，每天还要接送运动员。但是对于杨家斌来说，这一切都已经适应。由于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会中文，很多时候李毛都会花很长时间跟杨家斌交流，让自己的意思更加精准地传达到弟子的心中。因为以前就是弟子，所以我的话讲重讲轻，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习惯了，对吧？所以呢，就是特别是方法，特别是哪些还有不足的，或是哪些东西需要提醒的，那对嘉宾啊，他们尤其呢他们来讲，就是他们也需要这个东西，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沟通比较多。而对于李毛的执教理念，杨嘉宾也是深有感触。练球的时候把一些最有趣的东西拿出来，要把每个人的兴趣啊就是提高最高的那个水准，然后大家接受的东西都会很容易了。在杨家斌的职业生涯中，或许是跟李毛有着师徒的基础，杨家斌很快就适应了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转换。而对于李毛来说，现在的这支教练团队或许是他在海外合作的最顺畅的一个团队。以前我在国家队很乱，因为就李毛杰一个人要这样子的打法，其他的不要跟着他，有的不明白就不会陪他，就有时候有一个教练就这样子讲了，一个教练就这样子讲，全部讲不一样的，那个很乱。以前在印尼的时候还是很乱是吧？还很乱，就我也是在印尼很少练到，因为还小嘛，比较多是大的练。那个以前我在不管是在韩国也好，在马来西亚，在印尼，首先一个任务就是把我的助理教练先给他理顺了，先给他弄通了。所以我多数时间，特别在印尼的时候，多数时间都跟教练在讲球。因为教练讲球讲完了以后，他们去跟运动员说，这样就比较方便。李毛在印尼执教期间，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却让始终突破不了瓶颈的索尼捅破了窗户纸。索尼在印尼那么长时间，他跟我的配合非常不错。我临走之前，他几场球打得非常漂亮，特别是马来西亚公开赛拿了冠军，他升了林丹嘛，我走之前这一个月，他赢了刀匪，赢了 Peter Gay， 赢了林丹，赢了反正很多高手，跟中卫打也是打了2-1，所以他自己感觉就非常舒服，因为他这个人已经年龄大了，他的各种体能都在下降，他主要是把他技术合理化了一下，所以他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奥运会前夕，李毛最终选择离开了印尼国家队。那一段时间我父亲过世，在家里主要是待在我们温州，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也没好好就是怎么讲，中国在尽尽孝吧，所以这半年都在温州伺候的老母亲。经历了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三个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段的人生履历，李毛的心态已经渐渐有了变化。他觉得虽然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如果将对羽毛球的热爱演变成一种简单的工作，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包容和理解的。川崎国际俱乐部每周都会有来自于不同国度的新面孔出现，这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华人孙先生通过赵建华的介绍将女儿孙亮送到川崎俱乐部，让他学着不同的环境啊，那样有时候一个是就是让他可以通过不同的环境学到不同的东西，另外也是一种
人生的经验吧，因为他一种成长的过程，他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特别他喜爱羽毛球，马来西亚的羽毛球文化是非常丰富非常狂热的，所以让他来感受一下这种运动。而来自于俄罗斯的马科夫则是对羽毛仰慕已久，他离开国家队来到了川崎俱乐部，基本上也是冲着羽毛来的。You know, for me, it's now for me, of course, he's like a legend. So, of course, it'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I came here. So, because I know he is a man who know how to get a player to the highest result. 就是打川崎，我们又看得上他有水平，我们就投入，我们就去帮助他。这个就是说你说普及也好，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最近我们俱乐部有南非的，有俄罗斯的，有马来西亚，有印尼的，那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条件，他们都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在川崎国际羽毛球俱乐部，所有人都是怀揣着一个对于羽毛球最原始的追求，他们就像是一颗颗璞玉，而羽毛就是那个雕琢他们的玉器师。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挤进这种一流选手里面？完全有可能，这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你估计这个时间大概多久？快则一年，多则两年吧，那已经很快了。世界一流水平可能会达到，比如说世界排名到前十或者前二十这样的。对，这样就基本上一流了。准一流应该是可以的，准一流。在训练场上，李毛如今追求的是更加合理化的过程，他的阵营里没有压力，只有更加完善与更新，用更加合理的技战术优化每一个选手。相对来说比国家队的压力要小多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训练呢，就是各方面，也就是说头上的帽子没有人那个，在国家队的话，有这个主席那个主席，这个总教练那个总教练，有很多事情，这也是一个尝试的一个体验嘛，就是没有这种环境，没有这种东西下，能不能把队员带出来？如果这样也能带出来的话，不是说明很多问题吗？辗转四个国度，经历了诸多起落。在李毛有些倔强的性格中，如今增加了一份淡然与平静，因为只有抛开那些过于沉重的压力，他才能平和地做一些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尝试。以前也只知道就是要赢球，要赢球，赢球是一个不变的那个主题，但是现在确实不一样，有些球的这些理念，就打球的一些合理的程度，是一些人，哪怕是怎么讲呢？哪怕是你吧，你打羽毛球，你也有个合理的过程，对不对？你有个你通过这种训练，你通过那个，他可以很轻松的打羽毛，是一种享受，打羽毛享受。当然，你说一定要这种理念，当然也要建立在一定的水平、一定的成绩的基础上。像我们的现在队员，他水平很高，但是呢，他出去比赛经常输，所以呢，相对来说人家就会好在我们以前是做下了很多，带出了很多有名的运动员，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些前提的话，我们在俱乐部有这样的理念，谁听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因为不用去成绩来证明。我这套理念是正确的，已经不用了，已经证明又证明了，所以带着这些运动员去做这些东西，你就会有一种另外一种心态。在外人看来，这个训练营或许还只是游离在世界二三流的荒凉之地，没有过硬的硬件设施，没有充足的后勤，但对于李毛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里却是他们的梦想园地。
但愿在不久的未来，他们不会再绝望地丈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在不久的未来，李毛会带着他们触摸到梦想的光芒。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却那么狂野。心里